秋妍，秋妍，秋妍，早走啦！你怎么不把他留住啊？哎呦，你这喝了多少酒啊？昨天晚上他不让你叫你，自己去医院了。根据你拍的片子，颅内这个阴影。 我建议你还是做个核磁复查。很严重吗？核磁复查我给你开个加急的，今天就做。等拿到结果的时候呀，让你家属陪着来一趟。啊，谢谢。喂。喂，秋妍，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那个睡过头了。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过去接你。我已经开完了。那怎么样啊？ 没有，楼下那两块牌子，一个我妈的玉珠，一个我爸的新玉珠，这两人一分为二，我呢，一负二主呢。牌子倒是看到了，就是没看到人。嗯，他两个人，一个去忙着谈中转舱，一个去找分销商。最近可是全都是事儿，最让人头疼的就是裁员这件事儿。 我爸把他全甩给我。哦，刚才出电梯，看到小张了，你需要我帮你吗？算了，这么残酷的事情还是交给我一个人办。对了，你那个病看的怎么样了？专家怎么说的呀？还能怎么说呀？一个鼻炎还能说什么？鼻炎也得有个治啊，有没有好的方法？不用。 孟仔仔，那个国内贸易部那几个辞退的员工啊，还想再找您谈谈，您看？啊，那个，你先把他带到会议室吧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好嘞。哎呀，这硬着头皮也得上啊。加油啊！ 有什么想说的话，你就说吧。坐半天了。爸，在董事会上，我选择支持我爸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。你看啊，现在公司受打压那么厉害，就算是没有新材料的事，也面临企业转型。我觉得公司还是得什么赚钱做什么。 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，只要你当时不是头脑发热，你有你自己的判断。爸，我必须给你解释一下，因为我心里别扭。嗯，没关系的，有自己的选择挺好的。你那边顺利吗？我还挺好，就是有几家对中转舱还挺感兴趣的，准备加盟我们。嗯，其实爸还是挺有眼光的。嗯，你呀。 还是年轻，谁对谁错，不要着急下结论，再慢慢观察观察。哎，对了，妈，后天是秋妍的生日，我想找个地方陪她过一下。找什么地方呢？家里吧。我跟赵姐给她�s点她爱吃的，你弄个蛋糕，咱们把家里布置布置。 我觉得家里比哪儿都强。嗯，也行。要不要把爸也叫过来？你要叫你就给他打电话呗。嗯。现在就打吧，你爸最近也挺忙的，别到时候他把时间给约出去了。
爸，我小旭，那个后天秋妍过生日，那我和我妈商量的，给秋妍在家里过。好，知道了，那跟你妈讲一下吧。哎，答应了。嗯。妈，你慢点啊！你等着快递啊！志洛，哎，去把蛋糕拿去吧。好，小心点，别碎了啊！好，王旭啊，这个我那瓶酒哪去了？什么酒啊？就是我平时最喜欢喝那瓶酒啊。哦，让我妈放的，我不知道。啊，那谁放的？你去问谁啊？给我找出来。妈，啊，我爸问你，他最喜欢那瓶酒放哪儿了？我哪知道他最爱喝的是哪瓶酒啊？就在酒柜里自己找吧。那瓶酒，我爸最爱喝那瓶酒。蛋糕放中间啊！那瓶酒找不着怎么办？那不知道怎么办，今天就应该用最好的酒，赶紧去问，找一找，快去，找。妈，反正我的东西啊，王旭你听着，不要乱动，好吧？这蜡烛挂上面，等着睡啊！都睡了，随便。你的偏头痛，各种症状都源于它的压迫，必须马上做手术。但是你这瘤的位置很特殊，靠近脑动脉，现在按目前的技术很难成功的切除。能不能保守治疗？这里观察到是否会增大，一旦造成进一步压迫，很有可能。我能跟你的家属谈一下吗？我没有家属在身边，您跟我说就可以了。这，跟你道个别，我得走了，不能再留在这儿了。跟你说一下，那个瘤的位置长得不太好，手术可能就做不了了。但是你别担心啊，我你还不知道吗？什么事在我这儿都不是大事儿，就是以后不能经常来看你。我要离开这儿，主要是因为现在跟爸干妈家里已经够乱的了，我不能让他们再为了我的事操心，你说是吧？我相信你一定能理解我。你也保佑我好的，顺顺利利的闯过这一关，让干爸干妈他们都把我忘了啊！我会想你的。小鹿，你饿不饿？要不先吃点儿。没事。我先把这盘点了再说，别烫着手啊！啊，哎，你给妍妍再打个电话，别看她到哪儿啊。
我给他打电话了，他没接，应该在路上，快到家了吧？哦。这个蜡烛啊，都点了好几轮。好看吗，妈？嗯。生日快乐，能闪光出来见个面吗？你怎么知道我生日？哎，你不知道我为了等今晚等了多久啊，给我个机会好不好？你在哪儿？这算是带鹦鹉了对吧？我马上把地址发给你。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寿星回来了。姐，你看这些蜡烛全都是我点的。我女儿回来了。姐，你看这一桌子，都是大家精心为你准备。今天可是妈亲自下厨给你准备的菜啊。哎，也没有，好多是赵姐做的啊。不过我这酒可是了不得的。不过呢，我知道你爱吃什么，都是我安排的。我整个翻箱倒柜，小鹿啊，这么馋猫哦。都一口没忍着吃、哎。你知道这个蜡烛我们点了几轮？来来来，放下来。开始，来来来。哎，妈，我还有事儿，得马上出去一趟，先走了。秋叶，你今天生日你去哪儿啊？我不知道你们要给我准备生日，我提前跟别人约好了。对不起啊，让你们白忙活了。妍妍，这样，把你约的这个朋友叫到家里来，所有人一起为你庆祝生日，不是蛮好的一件事情？不合适，我走了。姐，这是在西班牙。这是在马德里。这个在布拉格。还记得这个吗？在法国小镇，在每一个我们共同经历的地方，我都拍了你的照片。我做这些事也想告诉你，我的父母是渔民，我不是富二代，所以我跟那个公子哥不一样。我懂了，幸福要靠自己取得，所以今天在你的生日也坦诚说出来，你是我的女神，我不会放弃。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跟我去马德里吧，我要带你走。
的要让你失望。你放开他！你干嘛啊？嘿嘿，你松开！你嘴上积点德吧。我最讨厌你这种抬高自己、贬低别人的人。我是有什么错了吗？你本来就是一个靠父母的公司哥。亮，如果不是他们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根本不配求言。别打了，别动手，亮，你别打他。你干嘛呢？你刚才是干嘛呢？舒言。秋妍，你怎么了？这是啊？那个照片什么时候炸的呀？你们这为什么问我？我是你什么人啊？你又是我什么人？我什么你？怪不得那样说你。你爸妈遇到什么困难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怎么想的？你天天盯着我干什么？我要是你的话，我一定陪在他们身边，一定替他们担起那些责任。你到底有没有责任心啊？你这怎么了？我这扯哪儿去了？我就是想跟你过个生日。我生日有那么重要吗？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吧！再说你那是给我过生日吗？你把我的生日给毁了。你以为打架很爷们儿是吗？你以为打架很血腥是吗？看来你就算在他们身边，也没办法承担那些责任，你担不起。真是看错了，居然，你别这么对我好不好？你别这样好不好，居然。松手。居然，你别这样行不行？你松手！你太让我失望。秋妍，怎么回事儿？妈，我有点累了，我明天再跟您说吧。你的脸怎么了？跟人打架了？啊？为什么？跟谁？跟雷啊。妈，秋妍没在家过生日，就是去找他了。亮跟他表白，让他做他女朋友。秋妍怎么反应呢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就看见他俩抱在一块儿，我上去把亮就给打了。可是最后秋妍还怪我。爸妈，怎么了？你要去深造啊？啊，我想去深造，这一直是我的一个梦啊。干爸干妈。我之前没跟你们说，是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多事儿，我也不想跟你们添乱，所以就没跟你们说。最近呢，我的导师他一直在催我，昨天晚上打电话过来都急了，所以我今天一早过来就赶紧跟你们汇报一下。什么时候走？今天晚上。这么着急啊？说走就走？斯坦福大学
一般人也很难拒绝吧。祝贺你啊！这个学校的学费一年多少钱呢？让公司给你报吧。反正你学完之后也是要回来的嘛，啊！根爸，您这么说，不是瞧不起人嘛？人家早就拿奖学金了，不用。 哦，对，一会儿您有时间吗？跟您交接一下工作，我要把股权归还给公司。这个事情我不同意，股权是你自己的，你不要给公司。我这一走，不知道要走几年呢。不在其位，不谋其事。干爸，您是了解我的。 算了，你这个孩子吧，算了，先交接工作。人家的梦。 干爸，我跟干爸把工作交接完了，不急吧，坐会儿吧。好啊，爷爷，现在这个屋子里头也没有别人。 能不能跟干妈说句实话？你这么突然的着急要离开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斯坦福那边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了。我问的是真正的原因，我想出去闯闯。公司给你的发展空间不够大。干妈其实你心里一直都明白，我对公司有看法。 对我个人而言，出去闯一闯，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。那小旭呢？他在我心里一直是亲人，我对他从来没有那种感觉，所以这个镯子太贵重了，我得把它还给你。 我送出去的东西从来没有收回来的，但这个镯子确实不太一样，倒不是因为贵重不贵重，它的意义我们都懂，所以也好，就先放我这里吧。你还记得？ 你带我去寻找你的小木屋吗？嗯。那时候我说你还没长大，缺少心理支柱，所以你才会没有安全感，太依赖那个小木屋。也许是你救在的那个山区，也许是小鱼。 改变了你吧，这缘分啊，真是无处不在，也说不清楚。反正你现在就是不一样了，你长大了，你成熟了，你不再需要那个小木屋了。咱们俩其实不是一路人。 可是你要知道，缘分这种东西，是谁也说不清楚的。
就好比喝茶。你知道我们要喝到这道茶，又要经历多少缘分吗？他们要经过寒冬的发芽、采摘、暴晒。有的要炒青，有的要熬兑，千辛万苦的熬成香。就这样熬啊熬啊，终于熬到了属于人的面前。他们为了这一刻等了多久，就为了这一刻能遇到的那个人，专门等他的那个人，就是那个人，凭他的孤独，凭他的城府，还有凭他的苦涩，但是只可惜，等他的那个人就要走了。我再给你换一杯啊。不用了。是好喝。可惜以后喝不到了。喝醉啥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你跟我说说，我也好跟大伙解释一下。好端端的一个厂子，说关就关了。跟你这么多年，陈江河你不是不知道，这厂子是我的命。这也是我的命。那老夏，你先不要激动好吧？咱先把酒喝了。你不说清楚，这酒我不喝。中短枪，要不要借？要吧，但是我现在没钱了。老夏，麻烦你从大局帮我出发。我想来想去，只有卖你的合资厂这一条路可走。合资厂好不好？太好了，它能让我们的产品整个升级换代，可是海外仓更好。如果这个事情开起来的话，我相当于在欧洲开上十几个小义乌，我整个商业模式我能颠覆了。现在这地圈下来了，欧洲也把合同给我发过来，但是我签不了。为什么？我没有钱。咱玉柱集团怎么会没钱呢？就是没钱了，每一分都用上了，我能用的所有的钱全都铺上去了，还不够。你告诉我怎么办？我只能卖合资厂。你这是把命豁出去干呢？我现在连脸都豁出去了，我能借的已经全借了个遍。你这个合资厂在我这儿也是新高宝贝，我当初怎么跟德国人把这个合资厂磕下来，他最清楚。没办法呀，我只剩一句话：这厂没了，我狗日新就没用了。你还要我？你别在这废话。要不要？废什么话？能不要？
么向大伙解释啊？老夏，陈建恒这么多年想干的事儿失过手吗？他答应咱的好像都兑现了吧？这次也一样。这么多年我信过谁呀？陈江河要干啥，我苟日新就跟着干。老夏，这个事情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。眼巴前是难受一点，未来我领着你过好日子。陈董什么时候走的？他吃早饭了吗？啊，他早就走了，他今天出国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中转舱。嗯，陈江河把我一机长做的事给抢。彭元师现在的实力将在贝美、释文英两个仓，彭陈建和他就影响在十多省市同时开展。你看他那个胆子有多大？是他的风格。陈江河认准了的事情，就一头扎到底。好像听出了心想的味道。阮先生，根据我们的协议，这是您应得的部分。从现在起，我们两清了。谢谢你，再见。我为你做那么多事，你还是不把我当自己人。我想什么，都说给你听的。阮先生，我想了很久，杨氏是我爸一手干起来的，我不能让他在我手中消失了。你对我的帮助，我欠你的，我都已经用钱解决了。如果没有猜错，我想这些应该是你全部的陷阱。你知道我是想什么，但是你一直在回避。如果我跟陈江河做中转舱，要不要参与？不感兴趣，谢谢。当然是要尽量满足客户的要求。关键问题是他现在才觉得我的设计理念老有问题，他下单的时候干嘛去了？啊，这是他说退就退的吗？我当然知道销售上是墙头草了，
那你用你的方式去对待他呀。你既然知道他们是这样的，你来问我，我能知道怎么办？说。我整个设计团队都让阮氏挖走了，你现在才跟我讲，你们之前一点都没有看出来端倪吗？有什么事儿？别杵那儿，我忙着呢。陆总，你也让阮氏挖走了？没有，罗总，我是想回老家陪我父母，他们年纪都大了。一早我就想跟您说，但是这条公司一直在忙，我就没好意思张口。我进玉珠这么多年，我跟着您，跟着陈总，跟了这么多年，我真舍不得。但是，我爸在家那边已经托人给我找了一个新的工作。行了。行了，不用说。去财务那儿领三个月工资，代我向你父母问好。谢谢老总。你看到这个时候了，我对不起您。别这么说，是我对不起你们大家，让你们跟着我受委屈了。嗨，也不知道是谁送来的，我也用不上，给老爷子带回去。我跟你讲，半个小时了，你就没有说别的词，麻烦你换一个不是挨的好不好？哥，算上迪拜、莫斯科、布拉格、马德里、科隆，这是第六个了，就属这个气派。而且，这还是我们第一个开始营业了的中转站。哎呀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一会儿投资商来了，你给我换一个词啊。你注意点形象好不好？哥，你放心吧。人家问我，你们这中转仓啥时候能有钱呢？我告诉他，等这仓货物满了，客商疯一样抢着进来，就开始赚大钱了。那时候也没你投资的份儿了。你快下来吧，投资商过来了。这个投资商说认识你，够快的啊！你辛苦了，陈董。世界真的太小了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陈董，果然出手不凡啊！哎，开个价，我加入。
肩膀。翻远望在沉默与呼喊之间，今天最响亮。